another container. I'm going to call the restaurant. This is one of my very small ones. Well done. Biohazard container located. 无妨。 保存打主卧。好，那三秒就主卧，那我们就赶紧走好了。把它烧开。首先想想，二楼没有什么东西，真的需要掩蔽。实际上这个点有需要掩蔽。OK， 那我们就去主卧吧。 在二楼的时候，尤其在阳台，如果被挡住的时候，我想应该会有人从这里出来，这里放一个位。这边是被心跳给中吸，他用那个心跳探测器看到。好屁。 我这样走上去，所以我这陷阱基本上概念跟夹子一样，就放在窗底下，从外里面看不到。他们出来的一瞬间，要设防的陷阱难度很高。因为我车的位置已经还 OK 了，所以不想丢车，这样子再慢慢挣扎一下。我丢车，有 pose 在我们底下，就连进去都不用进去，就把他的 C4 骗掉了。 就真的有人中那个陷阱，我知道，对的。好，OK，我们自己丢车。 不然这里我们需要车在走廊上，不然太危险。还要叫死人看车。有。虽然我们现在想想，我们自己看就好了。有人出不来，我们就自己出去 refire 他的头。原来。他死了。跟他们队友自己把他干掉。可以的话，我想要前进到办公室里面，然后埋伏走廊的。 看到一把枪打，他在看洞。没有车了。有看到。我们让我们队友慢慢开发楼下，要怎么下去，然后我们就把他沿途后面。啊，大枪开一声打了。 喂，还有位置吗？等了很久都没有人来，我猜那个 Rook 应该从客厅的位放了，我们必须有可能攻击，不然没时间了。跑上来走廊，架机枪，我看到穿不死。我猜最后一个人是在餐厅的底线。我车爆了。 从这出现，我们换条路了。Op 4 neutralized. Mission successful.